你过来了，你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你。今天没啷事的。喂，刚刚说啊，小毛，他咋的？他不是已经……哎，也是，应该出来跟姐姐打声招呼的。 我们要赶紧搬去下一家了，人家明天这里要住建了。好嘛，小梦辛苦了，那你接着看书，我不打扰你了哈。